我希望这次的屏东设计展超级难能够带给大家一种快乐逛超市的感觉，让民众觉得不只是来看设计展，就像逛超市一样，然后呢可以带走很多的东西，然后可以很开心很快乐。因为对我来讲，逛超市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所以我们把手推车跟云霄飞车结合起来，就好像是现场有一堆手推车跟着你一起逛超市，然后让你觉得很哇哦开心，收获很多的这种氛围这样子。然后最后欢迎大家来屏东看设计展，谢谢。